出身家己重视艺术涵养的本土专业画家陈正宏，对教育界退休之后，虽然年过70岁，感觉对画画充满热情。伊太太张美华退休之后，对着红色画画，家己的文化局这个起来展出着陈正宏家族的认定。家己在地的资深画家陈正宏老师，规家伙仔拢真爱画图。大汉查某囝陈昭如含红西五镇长，分别担任高中的美术老师，阁有伫咧大学来教艺术设计。第二查某囝陈昭安含伊红西李明，即是伫家己市开设画室教画图17年。连太太张美华在高职退休了后，嘛是为陈正宏的学生。充满着艺术热情的家庭，对即日起在嘉义市文化局展出家族认定，呈现多样化、不同美材的画画作品，嘛见证陈正宏家族长期投入艺术创作的成果。因为现代社会家庭的结构改变，无参照过去，家族的人时常拢会斗阵。陈正宏老师希望透过家族认定，凝聚家族之间的感情，做伙来进行着创作、设计、布置，互相了解和熟悉，也希望借由家族认定起心喜欢，互更加侪的家庭会当发表家族艺术活动，建构一个充满着精神美的大环境和家庭。陈正宏家族认定展出日期对即日起到3月7日，在嘉义市政府文化局四楼展览室展出，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欣赏。最新新闻，张国平、王小三、嘉义市采访报道。